你还够有志同我，咱一家口就会当团圆啊！你咧，你上好是去拍的，较袂着穿啦。什么人要跟你一家伙团圆啊？我看到你这衰呢，迄连衰神看到你哦，拢袂输看到看到伊家己的啦。你今日较早咧吼，烟斗阁飘飘咧，原生向啦。你今晚毋是无钱无啦，你甚至连面皮拢无。你若讲你要甲我看的哦，我不嫌你无够格，嫌你生了伤过歹。我想要甲我做伙哦，你上好是找一间诊所借一下镜，看你家己老到甚么款的形啦。啊！若无代志，想我莫出门，莫去行到出面头尾。玉英啊，你看迄黄平春敢真正甲咱的代志拢公开啊？到即摆你还伫咧怀疑？黄平春是甚么款的人？感觉你还无清楚？你是巧到我都骗了去一下。你心肝内咧想啥？伊镜头啊一算，伊就知影。你若是搁无代志哦，拢走去公司要甲讨钱，我甲你讲，你早晚安怎死，你都唔知啦。但伊巧我哪无咧戆啦？真正要扯命起来，像是我唔知咧啦。你真正是七月半，唔知死活。人黄冰春是有钱有势有头壳，你是凭倒一点要甲人斗啊？我看你哦，规大家敢若底赛啦！你除了会晓唱啥，你阁会晓啥？你莫看鸟的无点啦！我是还袂发挥，若真正我发挥起来哦，死的人报警是。你若真是这个，未听到人讲要报警哦，你著惊规面轻松顺，边仔无会乖乖走啊！你有几两重，我知知的啦。莫讲我无提醒你啦，黄冰春唔是你惹的起。但伊若要公开，互伊公开，我当我是咧惊啥？伊若公开吼，安尼咱会当搁做伙啊！你还搁有志同我，咱一家口就会当团圆啊！你咧？你上好是去拍的，较袂着穿啦。啥物人要跟你一家伙团圆啊？我看到你这衰呢，迄连衰神看到你哦，拢白输看到看到伊家己的啦。你今日较早咧吼，烟斗阁飘飘咧，原生向啦。你即摆毋是无钱无啦，你甚至连面皮拢无。你若讲你要甲我看的哦，我不嫌你无够格，嫌你生了伤过歹。我想要甲我做伙哦，你上好是找一间诊所借一下镜，看你家己老到甚么款的形啦。啊，若无代志，上好莫出门，莫去行到出面头尾。拜托，莫讲个遐歹听，我敢生做遐歹样啦。我即嘛是较落魄，较无钱，较无你的缘。那我较有钱呢，我穿装装的，我那派头十种，敢若袂输亚兰德伦的，敢是？啊，若无，较早。你若爱我爱到要死，对。较早时呢吼，我嘛就去搞到喇嘛啦。好佳哉，今麦喇嘛我拢摕去煮汤食掉啊。我今麦目睭都袂输敢那放大镜嘞，甚么款的妖魔鬼怪，我是看清不错。你若是较巧，你就较灵魂嘞。莫阁甲我提起过去的代志，啊，若无你家己加见笑的啦。姐啊，你看这老高讲安怎？我甲黄平春超几步，真无简单，才甲伊讲好势，叫伊莫去报警。那你讲起来，你两个真正显摆啊！这拢要感谢这位王先生。王先生，莫讲我无甲你见过，你嘛亲目睭看到，你只对黄平春已经无效啊。所以来，你若是搁硬要甲伊揩油，安尼你不但连半角银都摕无，伊搁会送你去食免钱饭。所以你若是会晓想，上好就到这为止。我知啦，我后摆袂去找黄明春啊啦。但我有你这个这有才情的后生，我都唔惊无大无小，通唔忙辛苦病痛喊救人着。但我去找黄明春要创啊？我啥物时阵认你这个老爸，我哪拢唔知。是啦，我知影吼，我无尽着做人老爸责任。啊，不过爸仔囝就是爸仔囝嘛，哎，血缘关系是无多人改变的着。啊，我即卖会使讲无参无缘，真可靠你这门的，存你这个后生。你袂用问查外人。虽然讲我甲你有血缘的关系，但是这不代表我就一定爱饲你。也毋过你若是愿意甲我好好配合，我就袂甲你放下唔管。你后半世人，我会互你快活过日子。好啦好啦好啦，啊，但你着安尼讲啊，我绝对好好甲你配合。你甲黄平春到底是铁包面到什么款的程度啊？等回去厝了，我才偷偷甲你讲。安那袂即马讲啦。闹事的我会当甲你出主意啦，唔是我咧操蛋，我算我咧头壳做诶呢。那真正有需要的时阵，我一定会向你请教。我讲真正的，若我唔是我咧操蛋，我真正。好啦，你安尼提几波，你的嘴笑歇睏一下，免言。志龙啊，我今嘛吼，裤底也拢无钱啊，你敢会用你提我好啊？歹势，我有代志要无用，钱的代志另讲再讲。无啦。志良啊，志良啊！
你这个没看我，我身骨出的字拢给你啊。你上课是较欠的用的，啊，若无代志较早困，较有面啊。老爷，啊，这位就是家的男朋友吴文婷先生啊。因为我的关系，害你甲彭小姐的感情受到影响，我有这样代志，甲你回信嘞。你无啥甲我回信嘞？我会记你，唔是要听你讲这些废话。我是想要看清楚，你到底是做啥物款？我嘛咪甲你讲个清楚，家己的代志，唔是我会当替伊做主，嘛唔是你用钱都会当解决，请你甲你钱提转去。就咧。家己机票便宜，文婷，啊，你是咧起笑哟？我真无简单，才装这一千万出来呢。你叫我甲钱便宜，那呢，你的存款是要安怎才好啊？是啦，黄小姐，啊，秋莲，我甲你的代志，甲我讲我知啦。我是真心想要甲你斗相共。这一千万，你用当作是因为我欣赏你的才情。以后若是需要斗相共，我赶快用斗处理，让你家己去生产输入法的软件。继续研发相关的软体，找甲彭小姐的代志一点仔关系都无，一桩还一桩，请你莫去做我的好意，别讲我是听好听。你想要投资我，你是变相买受我。你甲嘉义害到这样凄惨，我挽回你都袂赴啊，我绝对无可能接受你的帮助，所以我苦劝你，趁早死心，把你的钱都倒转去。文蝶。你这人怎这么固执啊？啊，吴先生就讲啊，这钱哦，甲家己一点仔关系都拢无，你是咧记错啥啦？秋莲，我知你为着我的代志一直咧走错，我真感谢你。也不过我无希望你为着我做出对不起家己的代志。我甘愿让家己来怪我，也不过我唔愿意看到你为着一千万放弃你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所打拼出来的生活。文婷，算我让你拜托，这条钱你先收来。那时阵你若趁钱，你才希望黄先生安尼唔就好啊？是啦，黄先生，你若无法投资你嘛无要紧，等你趁着钱，才还我就行啊。咩？我这个人无愿意欠人人情，尤其是欠你这个你必须心的人，把你的钱退倒去。